等下，我讲是这啦，林叔伯门甲组长拢批过啊，搁什么代志先？你要离职来这看物件，我哪会知影？你有将无应该早的物件摕走，有可能是将我的机密物件偷摕去，有可能是我的贵重物品啊。所以，我要亲身检查你这个背包。这内底拢是我私人的物件啦，唔是你家己检查看卖啊？这是我私人的物件，要摕这相片要从啥？我无摕到公司半项物件啦。我知你看我真惨白啦，你免甲我开除，我家己是头路啊啦。张玉科，我是进公司的董事长呢，浩杰嘛还阁是总经理啊。你要离职，敢经过我同意？我敢有答应？我唔管你有同意无同意，我就是要离开就对啦。为你即摆外口真欠人滴，我无一定会领你的薪水啊。甘呢，张义父，你敢真正会甘呢离开浩姐啊？你来阮天集团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要加接近你的亲生后生。也够啦，卖这样哦，无负责任。公司的保全哦。弄有一定的班表，还阁有巡逻时间呢。我听你昨日讲，最近真欠人啦。可是讲你坚持一定爱即马离开，我嘛甲你保证，我嘛一定会将恁组长开除啊。因为伊办事不力。好啦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啊，不过咱先讲好哦，找人来随放我走哦。啊，阁卖去为难组长。无问题。相片内底查某人，愈看愈亲像是同一个人。可是讲张玉夫，真正是达人集团老董事长，陈金海后生，安尼我绝对袂当给伊有机会，恁去白阿囝相认。我若去访问柜台，讲要找美惠，伊一定会记住甲我见面。这是这间饭店上好的意大利餐厅，美惠若是来大家，拢会来这吃饭。反正我伫这等伊着伊。总统特榜的冯美惠小姐也青酱海鲜意大利面，海鲜袂使有甲壳类，配料嘛一定要讲究，青上重要。另外，佮加传一份两亚初榨橄榄油，佮一杯 double espresso。上到位的时阵，面一定要是烧的。好，准备好随该上就去。还佫欠一杯啦。你若加上大量的罗勒，把基本功慢掉，把老肉啊，另外控制我，伊会佫较慢。你是甚物人啊？你是台湾特助？维弟，你照我讲的去做就对啊。为甚物我照你讲的做？我对阮特助遮尼侪年，从来冇看过伊安尼食。免睬伊。叫我讲的准备就好。啊，小姐。我服务生小费。走，你该吃罗勒哦。
你先去用餐，二十分钟了后回来。是。这助理哪会知影我介意安尼食罗勒？浩宇，迄冯特助是安怎雄雄约咱来啊？是毋是何炳安代志，阁有抽退伊的？这真歹讲，我嘛毋知影是啥物状况。啊，我美惠姐人伊个头壳是直线条，就参像机器人共款。伊若是收到命令叫伊来解除合约，伊就一言到底。你真正甲冯特助有熟识啊？我听丽莎讲，伫订婚宴，你甲冯特助的互动真特别。我确实是真早就熟识伊啊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伊难接。蓝小姐，刚才到我店的时间有好友，请你赶紧签名。请问你是？达人集团的总执行长。看起来，你还知道我是谁嘛？啊，不过我即马无迄个时间，嘛无迄个兴趣，甲你做公关。蓝小姐，赶紧签字。总执行长，你好。真可惜，咱头一届见面气氛遐尔严肃。关乎着和平案的代志，您若是坚持单方面解约，这并无合理，我无可能答应。您若是坚持爱我签，那安尼，咱就交法院。这新闻闹到遐尔遐大，哪有迄个面搞讲无合理？阮台湾集团上界重视的就是名声。你的负面新闻闹到遐尔遐大，无资格甲我讲条件。你若是即摆赶紧就家己签签的，凡事以后咱还阁有合作的空间。你若是拍算要给脸不要脸，都唔通怪我无。总执行长，既然你拄则讲大家以后可能阁有合作空间，安尼你是安怎这么坚持，即马就要解约？而且时尚周早就确定是侯芷玲代表 Miss S 甲俏玲人，这对俏玲人绝对有加分的效果。我实在是想无，你哪会用改变策略，坚持解约？阮总执行长已经讲了足清楚的。签字，我若无，请你开，莫浪费阮的时间，要行法律途径嘛用的，法院见。